我是严长寿，喝酒是大家以为的朋友，却是你最坏的敌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年历人，面对生活的压力就是要变变变，少喝酒可以让你更幸福哦。我是王武荣，不醉酒，不拼酒，不劝酒，从今天开始要做最好的示范。我是台东基督教医院院长李信雄，每天从急诊室进出的病患很多跟醉酒有关，饮酒所造成的医疗及社会成本非常惊人，拒绝酒瘾，赢回健康，你一定做得到。我是陈街道，我不喝酒，我爱运动。我是黄建廷，爱自己，别让酒精夺走你的人生。我是陈宁燕，爱你的家人，从节制饮酒开始，战胜酒瘾，请打0800-500-950报名戒酒马拉松。